克达尔法，我是苏普莱导航台，听到你的呼叫，请说吧，回话。我们是从卡里曼来的雇佣军，机上有七个伤员，我们迫切请求在你们这儿降落，回话。要是拒绝了，继续呼叫。麦克达尔法，等待回话。林贝尼先生，林贝尼先生，听着，我们需要证据证明你在飞机上。那好，记下来。快快把笔给我。我是苏布莱导航台，回话回话。艾伦，听见了听见了，请说。不同意你们降落，你们不能侵犯我们的领空。天哪，飞机上有伤员，别的以后再说，回话。导航台，我是 X 阿尔法，你们听着，朱利斯林贝尼就在飞机上，他活着，你记下来，马上交给最高官员。他和悠悠箱指着艾伦。他，林贝尼先生说，1960年七月在赞比亚边界曾经开过一个秘密会议，讨论过有关政府要不要干涉刚果局势。我不行了，福克纳先生，可我的灵魂还在战斗。还有事吗，先生？嗯。哦，不，谢谢。晚安。晚安。还有事吗，安德隆？今天晚上的事多着呢，爵士。你还能走一步？啊，僵局！我真想看看你怎么摆脱这僵局，这以后再说。我屋里有6个佣人，我当有10个呢，太少了。想干嘛，福克纳？跟你聊天实在没劲。哦，请原谅，今天晚上我已经很累了。听到了，我一直在客厅。我想你在等我问你怎么进来的。我学习了一下怎么躲过你的警报装置。我敢肯定，你想知道我是怎么逃出来的，又怎么到这儿来的。哦，你说的很对。那要详细讲，非得一个晚上。这可不简单。肯定不简单，你是个了不起的人，福克纳，我签了好些合同要抓你。要是有时间的话，我还要留胡子，还得戴副墨镜，可现在顾不上了。我也有个合同。对我？说着了。也许我们能做个交易。做交易？你还欠我很多钱呢，现在有12个人活着回来了，还没包括寡妇和孤儿。去看看你的保险柜，带路吧，还得轻点。
报器我已经关了，打开。把钱都拿出来。您想的可真周到。是啊是啊，美元太好了，1000块票面真大呀，我都怀疑美国的财政部失窃了。你说说这一次怎么交易啊？你这里现在有50万美元，我还欠你一半，我要取消抓你的合同，将用现钞付给你欠款，在哪儿都行。能相信吗？当然。我不相信你，要杀你。是啊。听我说，我有篇演说，3个月来一直在准备，还练得很熟练，说的是叛徒和死去的朋友，像一篇动人的悼词。演说里我谴责了像你这样卑鄙无耻的冷血动物，这一部分我说得很精彩。我在演说里还阐述了雇佣军和雇主之间的哲理，你会感到很深刻。可现在对你这样的家伙，我不想讲这些。你听着，我不在乎从你这儿拿钱，可你想用钱来换你的命，那可不行。有多少尸体留在非洲，要这样我太卑鄙了，所以我拒绝跟你交易。明白了。也许你还是杀了我吧。爵士，你也是真了不起，就听你的。等等等等啊，要问顺利吗？不，全妥了。扔过去，艾米尔。跟你说说你父亲。The flight of the wild geese brings a new hope. Rescue from all this, old friends and those you have found. What chance to make it last when there's danger all around and reason?